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欢迎来到本期大帅观战，来观战一把余生的雕刻家。哎，小果冻，487，回忆，哎，怎么回忆没有跟安将一起排啊？回忆的昆虫学者啊，现在昆虫学者也是大火，大家对于昆虫学者都怨声载道。其实还好吧，这个大家都一样，对吧？所有结果者都一样，特别这些榜前的屠夫，他们的对手并不是人类啊，他们的对手是。屠夫啊，对吧？打靶的，你的对手不是对面的求生者，而是对吧？跟你同一阵营的监管者。上来的话，第一轮这边看下能找到谁啊？其实这套阵容的话，因为没有先知的存在，突破点是几乎没有的。就是昆虫者这个点位一顶上来以后，你这就只能硬着头皮抓了，对吧？遇到前锋，感觉也得抓一抓。昆虫学者呢还不一定对吧，比前锋好抓呢。前锋对吧，你拉个球，大球拉两次，球没了，那也是个白板。那昆虫学者的虫，他可能拖很久啊。翻下来这边抓祭司吗？祭司，其实我觉得这把要抓的话啊，在我的这个视角里面，可能抓那个昆虫或者抓前锋是比较好的。抓祭司的话呢，这个角色就是他上了挂以后，他是可以自己续道具的。啊，椅子上面坐着，然后慢慢等道具，等起来以后，待会儿一波谁先至，就起来了，对吧？余生这把确实挺难打的，就这4个人没一个人是好处理的。是没一个好处理的呀，这我说的是实话呀，扪心自问是吧？都，那是他雕像厉害，那是他雕像厉害，他夹得准。可以啊，这边的话呢，487反正都已经用完了，我们看看怎么救吧。第一波谁来救？佣兵过来，佣兵过来卡一会儿，一个进步翻，这边卡着。祭司怎么地能续出一个洞？这救下来以后，应该是最好是佣兵吃一刀救，救完以后呢，祭司有时间可以往后打个洞。还有点押韵啊，佣兵吃一刀救，祭司往后打个洞啊，来这边看一下，看一下打不打针对吧？这个时间点打针对稍微早了一点，追一刀好救下来，祭司往后一个洞一打，这样的话身位上面拉开还想反穿，漂亮！这波这个反穿打完，距离拉开了呀。这个距离拉开呢，如果说是个二阶雕刻家，问题倒是不是特别大，但是一阶的话，可能就比较，哎，还好这个雕像解了晕啊。祭司这边贴着边，等一手过来，再封一个口。但是由于这个车祸。那这祭司可能就牵制不动。刚才不是这车祸的话，祭司其实绕一圈能，哎，这边能不能再续出一个洞啊？感觉不太容易，不太容易续出在一个洞，因为这边雕像好了，雕像 CD 好了，假倒，前锋离得比较远，昆仑忍这边能修完，还能打一波架，把佣兵这边去补前锋的马及前锋来救人。然后昆仑忍这边修完以后，昆仑学者进行一个远程的协助，贴门，好像是趋向于一个四人开门战。余生这边主要没到二阶，他到二阶呢，我觉得一切都好说。没到二阶的话，这边前锋是可以利用一个拉球撞晕以后来救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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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，昆虫也来了，挤。这边被昆虫给封口，哎呦这。哎呦我去，那487这边又拉了好远，而且他这边的话，密码机是肯定好了，密码机这边应该是，哎，差不多快好了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密码机点亮以后，应该是能再续出一个洞的，直接点亮有挽留，这边应该是有底牌的吧？有底牌的话，如果说能秒掉一个昆仑院这边，身位上面来讲，这个位置好像不一定行哦。但闪现真的不能交，这闪现交了，怎么赢呢？这波闪现还没闪到，甲佣兵还要来帮忙下板子，祭司拉大洞，那边门应该开好了，3个人是把四跑了，四跑了，四跑了。
确实知道这种厉害，打雕刻家的话知道这种确实很厉害。然后余生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操作来看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就是前期的一个节奏太差了，没有遇到想抓的人，或者说其实也没什么好抓的人，然后前期的一个追击节奏慢了，再加上那一波因为昆虫人马机点完以后，他有足够的时间利用昆虫来跟前锋打一配合，最后那波配合就打得非常非常好吧，等于说就是把那个雕刻家压死在一个点位了。而且本期视频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